什么也找不到。哎，对耶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也有这样大包，我的包也很大很大，都是捞的。对对，我老是找不到我电话，老是找不到，然后但是他们都埋在那儿。我是每天都摔电话哦，因为在车上就手机就放到腿上，然后接电话发短信，然后再放到腿上，然后一开车门你就下去了，就掉到地，咣当一下，哦，糟糕，摔一次，所以我一天手机至少要摔一次两，至少两次。那你到一个地方回家也就至少两次嘛？哇，那你的手机很耐摔，是对呀、啊，坏呀、啊，经常要换手机，是，所以他这次来到北京，我就特别高兴见到他，就觉得你是个很可爱的一个人，就是，但是我觉得你是我见过当中比较糊涂的一个人了，除了我那个同事以外，他是男生第一，你是女生第一，啊、我觉得真的，我希望不要再那么迷糊了，我这次来上海也。走错房间，对啊，就是明明酒店的房间吗？酒店房间，我在16楼，然后反正电梯门一开我就出去，然后就到那里，就一猛、那个卡不能过，我经纪人就说好，我去过卡，结果我根本就在12楼就出去了，我就在那12楼那个位置这边猛敲人家房间，那根本不是我房间，然后呢？然后后来我经纪人就又从电梯里出来说，我们现在在12楼呢，范范，我们赶快上去吧，你房间根本不在这儿。哦，我也走错过一次房间，我在夏威夷的时候、我到那个房间以后开那个门怎么都开不开，我让我的朋友下去换那个卡，说那卡不好了，我就在门口坐着等着，一会儿过来一对夫妇两个人看了看我这人怎么坐地上，就开门就进去了。我想哎，怎么进我房间呢？然后俩人啪把门一关，里面开始传出吵架的声音，想哎，为什么吵架？后来想，哦，我走错房间，的人肯定问这个女孩是谁，为什么等在我的房间？这是我自己想的，这是我自己想的，但是真的很搞笑。我觉得你很有亲切感。对呀、啊，因为我坐在地上，我很累，看他们俩，他们俩看看我就进去了。后来我说，哦，我走错了。那也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迷糊，对，偶尔每个人都会有迷糊的时候。对，这次范范来呢是为了自己的新专辑，新专辑的名字很有意思，哲学家。对，哲学家，哲学家。你哭不是很容易吗？你那么容易哭。哎，可是你知道镜头一对着我说哎哭，我就一点都哭不出来。不喜欢穿紧身的衣服，喜欢穿宽松的衣服。对，对吧？对对，虽然我妈说这像拖把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看。好看。喜欢吃大闸蟹。对，非常喜欢。一顿能吃几个？我最多吃过4只，然后就头昏，然后还流鼻血。范玮琪魁伟歌坛1年3个月后推出全新国语大碟《哲学家》。如果爱是道北极光，如果我可以睡在沙滩，如果这次范范新专辑概念以60年代嬉皮的重要精神 Music, Love and Peace 出发，唱出社会中一般小人物的生活感情哲学。希望要的生活谁说了才算，我想我是一个哲学家。这张专辑给你有什么感觉？这张专辑它不是走的嬉皮风，就跟以前那几张专辑就风格是截然不同，更有思想，然后更有深度。Love and Peace 那种嬉皮风格，我觉得非常棒。最喜欢他跟奶茶一起合作那个《不能跟情人说的话》，当然是被他自己填词填曲。是非题，跟我一起听这首《是非题》，谢谢。每段故事都有一片剧情，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，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，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，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，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，你的呼吸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，我们从不开口，那个眼里那一句我爱你，永远享受了勇气，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，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。
盛开那一个黎明，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。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，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？你的呼吸存在我的爱情里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？我们从不开口那个秘密，那一句我爱你，永远献上了勇气。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，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。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，那一些是非题，总让人伤透脑筋。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，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。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，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。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，那一些是非题，总让人伤透脑筋。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，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。谢谢是非题啊，谢谢，好好听。等一下我上车就把这张碟放到里边，我会每天我听歌是这样的，一张碟反复反复听很多很多遍。谢谢。至少一个月我会每天听两遍哦，因为我来棚里路上正好听一遍，回家又是一遍。开车自己开车的时候听歌，我不会开车哦，所以至少听60遍。哇，那我真的跟我一起坐车的人会很崩溃。因为这一个月只听这一个人的歌。